非常感謝各位出席李錦記青年廚師中餐國際大賽2018造就大賽第三次成功舉行。今年大賽的主題叫做環球匯水突破經典，大賽增加一個國際化，聚會了17個國家和地區42個中華廚藝精英互相切磋。在比賽中運用個創意創新菜式突破經典，將中菜提升個新的層次。李錦記青年廚師中餐國際大賽呢，已經舉辦了第三屆了，前兩屆我都參加了，所以對這個大賽呢感覺很深刻，有很多的感受。應該說李錦記這三屆大賽一步一個腳印，從亞洲走向了世界。這個大賽應該說呢是為全球的青年廚師搭建了一個互相學習、互相交流、增進友誼的平台。同时呢也是培养青年厨师的一个摇篮，这个摇篮对于我们中餐在海外的发展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，通过中餐来感知中国，热爱中国。我们跟李锦记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，已经很多年了，我们在多年的工作中呢缔结了一个深厚的友谊。希望李锦记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和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一起携手并进，共同为培养全球的青年厨师，为中餐在海外的繁荣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。